自从上次看完千总发的女仆装，很多粉丝私信和评论说没看过瘾。好，今天我李快乐豁出去了。千总，我想看你穿女仆装。好，那我就跟阿姨说咱俩是假情侣。Later。芊芊，给我拿个零食。芊芊，李快乐，这是婚姻。喂，阿姨，那个我和芊芊。千总还是不服，看我怎样拿捏他。这招对付千总果然很好用。芊芊，给我捶捶腿。你什么你啊？快点。小样，跟我斗。怎么回事？没吃饭是不是？这个力度还可以吗？还不错。行了，别敲了，去给我倒杯水吧。可我没想到千总还是不行。我怎么这么烫？你不是让我经常多喝水喝吗？行，你过来给我擦干净。不要太过分。这时突然有人敲门，千总直接把我按在了桌子底下。千总，你这有什么事？赶紧说。还好没被人发现。千总的大长腿腿桌子也太好看了。同事总算走了，可就当我要出来时，突然。救不了了。完了，我差点去和千总领证。今天上班时，千总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。哎，李快乐，我妈今天非要让咱俩去领结婚照。啊，千总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完了，假戏要成真了，我和千总达成。